还不错，安迪的时候还要再抽，还要再抽五本出来啊。那我们现在就要请另外一位，请另外一位贵宾。这位贵宾呢是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的吴森奇主治医师，吴医师。 陈瑞龙先生，陈瑞龙先生抽奖抽到了，恭喜恭喜！好，那现在呢，这个刚刚以上的这个。